咪聲。應該有的係嘛？我哋喂。Hello， 大家好。系啊，大家好啊。再我哋三日都見到我。系啦、啊，再打聲招呼。系啊，我哋有新一集嘅 Get Your Life 啊。系啊，因為真係多嘢嘅。頭先未開始前，喂，九月份好多嘢喎。而家雖然都九月尾啦，就嚟十月啦，咁但係咧就啲新產品就不停咁送入嚟啊。咁啊，大家又見到今日我哋台面上面咧又換曬架布啦，換曬架撐啦，係啦。係啊，個面啊呢盒。一睇就知道，大家睇條畫面可能睇唔到反光，係嘛？反光我唔緊要。嗱，不過咧，今日咧個產品，我哋即係開箱嘅組合咧，有少少特別嘅，即係有少少這麼近那麼遠嘅感覺嘅。解釋下喎，係咯，解釋下好喎。呢個咧就係SBF 5啦，啱啱今日香港發布會，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什麼牌子的啦。好啦，另外我今天剛剛又想跟大家開箱的呢，就是一部 notebook 啦，這個大家應該畫面見得比較清楚啦， WOW 的 notebook 啦，是吧？那 WOW 的 notebook 即是源自什麼牌子，大家也知道啦，所以為什麼這麼近那麼遠呢，就是這個意思啦。好似有啲關聯咗，好似有啲關聯。如果咧，即係歷史上係有啲關聯，咁啊，實際上亦都有好多影子喺度嘅。咁啊，嗱，講講我呢個 notebook 先啦。點解特別會講個 WOW 嘅 notebook 咧？咁樣咁而家我手上呢架咧就係WOW 啱啱應該我諗，如果以香港嘅媒體啦嚇，我哋就第一個攞咗部機我嚟做開箱嘅，就係呢一部咧，就係 WOW SS12 嘅正式特別版嚇。咁就SS12 本身其實都係一個新嘅產品嚟嘅，咁但係呢一部咧就係一個特別版。咁呢特別版有啲咩特別咧？就係如果大家喺嗰個畫面上面見到咧，佢係一個深紫藍色嘅嚇。咁啊喺日本嚟講咧，呢一個藍色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名堂嘅。就叫做聖色，係啦。咁啊，點解會用呢個色做一個特別版咧？嗱，其實就都有好多嘅故事嘅。咁當然第一個大家嘅諗法就係、是，咦 ，WOW 嘅電腦可能低温，即係當初一推出嘅時候都係一個紫色嘅喎，咁樣係嘛？大家都好深印象啦，咁樣嗰陣都好多年前嚇。咁但係呢一部咧，其實即係如果據翻即係 WOW 嗰邊講咧，其實呢一個紫色咧就唔係源自。當年第一代即係 WOW 電腦嗰隻字嚟嘅，咁呢個紫色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WOW 即係獨立咗啦嚇，即係五週年嘅特別版嚇，咁就用咗呢個叫聖色。咁聖色其實咧就係咧喺日本一個文化上邊咧，即係古代日本武士為求打勝仗，去有一個 lucky colour 咧。就係一個叫做紫藍色嘅，我哋叫聖色。咁好多時咧，必勝嘅係啦。以往咧就係出現喺嗰啲武士嘅盔甲上邊嘅，嚇咁就做一個特別嘅類似紫藍色咁樣嘅顏色嚇。咁所以喺日本嚟講，除咗即係呢個 WOW 電腦用咗一個聖色之外咧，其實喺日本好多傳統嘅手工藝品咧，你都會見到呢一種咁嘅紫藍色嘅。係。一個勝利的顏色，係啊，勝利嘅顏色，即係一個lucky， 一個幸運，即係就算戰無不勝咁樣嘅意思。就算你講唔係一個勝利顏色，我就咁睇咧，我都覺得係好高貴啊，即係好有格調嘅，因為即係有啲深嘅有啲層次咁樣嘅顏色啊。咁如果你見喺即係而家我哋見實物啦，或者大家可能即係呢度都即係有啲燈光打落去啦。首先你見到佢呢個紫色咧，就唔係普通嘅紫色嚟嘅，其實佢有層次。你望落去咧，其實佢係有啲好似啲一條條絲、一條條絲咁樣嘅感覺嘅。即係有個立體感喺度嘅，嚇就唔計普通一個顏色，即係一個實嘅紫色嚟嘅。咁另外佢嗰、那個邊位啦，亦都係金色嘅，同埋 WOW 個字咧都係金色嘅。咁成個 finishing 咧就做得比較高貴好多嚇。咁呢個特別版同普通嘅 SS12 有啲咩分別咧？咁其實佢嗱當然佢呢個紫色佢呢個做工咧係比較複雜嘅。咁所以價錢上邊咧亦都係即係比較貴少少啦咁樣嚇。咁而家佢呢個特別版嗰、那個香港賣嘅價錢咧就係、是。17980，即係17980。哇！咁而家可能有啲人覺得就話會唔會
差不多18000買的 notebook 都屬於偏貴呢、樣，但係我哋就睇翻其實佢呢部機嗰個規格啦嚇，咁、就係、是如果你上翻香港 WOW 嗰個官網睇翻咧，因為其實官網咧佢就如果 SS12 咧，佢係由13980嗰個價錢開始起跳嘅，咁但係嗰個價錢咧就係、I5 嚟嘅。咁、如果你一路配上去，去到佢而家最 top 就係 i5 嘅i7 嘅處理器啦，嚇、加埋512 SSD 啊，16GB RAM 咁咧，其實個價錢都要去到16500。係啦，咁所以就係呢個特別版呢個顏色，大概係爭千零蚊嘅啫，即係唔係話相差好遠嚇。咁呢個機有啲咩特別呢？其實呢個 SS12 呢部機咧，就同之前賣緊嗰個 S11 嗰個外形咧，即係個大細咧係完全一樣嘅。其實好細部咯，我想。係啦 ，S11 大家如果有印象咧，都知道嗰部機其實就好細部嚇。咁今次點解會變咗 SS12 咧？咁其實就最主要就係個屏幕嚇。咁佢呢個屏幕咧，就因為用咗一個薄邊嘅設計，用盡咗條邊。咁所以佢而家呢個畫面咧就12.5寸嘅，即多寸半噶，唔係多一寸噶，唔係 SS11 跳 SS12 咪多寸咯，唔係嘅，係多咗寸半嘅。咁就你變咗望落去個畫面咧，就相當之用盡曬部機啦。而部機身本身係相當之輕巧，因為其實都係講緊899 gram，我哋而家攞上手咧係極輕嘅，即係好似你攞見到你係咯，我見到你即係輕得好緊要嘅嚇。咁另外 WOW 嘅機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其實佢就齊曬好多 port 嘅。咁譬如呢個呢邊有兩個 USB 啦，耳機頭啦，火牛啦嚇。咁而拎呢一邊咧，佢好堅持嘅，即係到而家 WOW 機仍然好堅持，就係佢有個 VGA 嚇，有個HDMI 啦。比較特別嘅就係佢係有埋 LAN 頭喺度嘅嚇，因為而家好多新嘅 notebook 咧，就算號稱齊頭都好咧，其實都未必 keep 到個 VGA 或者 LAN 頭嘅。咁所以佢點解會咁堅持咧？原因就係話，因為其實好多時你尤其是啲商務 notebook 咧，你出去做 presentation 或者你去一個唔知咩嘅地方開會咧，可能你去人哋間公司，你唔知人哋間公司可能個會議室究竟有啲乜嘢嘅設備嚇。其實好多時，譬如我哋自己出去啦，有時我哋去啲學校做講座啊、做分享咁咧，你機會最多一去到個禮堂咧。99%都係俾個 VGA 嚟嘅，即仍然係用緊 VGA 嘅。咁你揸部唔知咩電腦去都好啦，你揸個 HDMI 去咧，佢係冇頭冇線俾你用。咁你最後都係要用翻 VGA。咁但係你又未必真係有 dongle 啦嚇，即如果你而家啲新 notebook 更加慘添啦，即係 HDMI 都未必有得個 USB Type C， 你冇帶個 data 去咧就企咗喺度。咁所以就佢就堅持係落翻個VGA 落去嘅。某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實用性在這裡，因為這個 VGA 頭呢基本上是百搭用來救命用的，是啊啊，而今次這部SS12 也有新的頭，它就加了一個USB Type-C 下去的，就可以有 PD 充電的功能的，所以如果你有些 Type-C 的裝置都可以透過這裡去做翻個充電，這個就比較 update 翻去跟翻而家大家有，即當然佢有啲舊嘅頭，亦都有啲新嘅頭。喂，有啲舊嘅頭先好喎，你見到部機做得咁細，但係咧啲頭係齊。係啦，即係如果我攞部好細嘅機，即係其他牌子嘅 notebook 啦嚇，好細啦，但係得一個 Type C 或者兩個 Type C， 跟住你要攞翻一大舊嘅 adapter 出去咧，其實就冇咗個意義。最大問題，我真係試過好幾次嘢出 trip 係唔記得帶 adapter 嘅，執爛咗㗎。我冇理由焗買噶嘛，有時即係做嘢冇計啦。尤其是焗買，你係喺外國買咧，你去到咧，哇，點解咁貴嘅？點解咁貴？俾税啊嘛。係啊，上次我咪係咯，去做嘢就執漏咗只錶嗰條充電線。係。係啦，咁去到一睇，哇！嗰條線貴過香港多嘅，充就算啦，唔帶。算啦，個四人唔帶錶啦。唔帶錶係嘛？嚇！但係你即係有機會執漏嘢，所以一部機齊曬咧就相當之好，而且呢部機係。極之輕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喂唔係我真係有一啲WOW 嘅情意結咧嚇，或者我對Made in Japan 日本做嘅電腦有一啲情意結咧，其實呢部機係咁值得儲咯，
MIJ 喎，即係 MIJ 啦，係啦，咁同埋佢係YO 喺日本長野嗰個生產廠，即係原廠做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難得噶啦，係啊 ，MIJ 已經加分啦 ，MIJ 仲要係 YO 原廠去做出嚟嘅，係日本生產先。咁呢部機如果有機會大家見到實物咧，即係可以望上手，即係。輕就一定係好輕啊！如果你話我想要一部機好輕，而同一時間亦都外觀上面靚仔嘅咧，其實老實講，而家市面上notebook 咧即係得翻幾個大廠啦嚇。咁但係你話有設計，即係有啲深度，有啲即係靚嘅 design 嘅，其實就唔多嘅。咁如果你話其他，就算其他牌子都好啦，你又要輕又要薄又要有設計，加加埋埋咧，其實都係咁上下價錢。係 即係唔會平到好多，超輕可能都係超過可能萬二三蚊以上㗎啦。通常超輕嗰啲都係價錢會比較貴。係啊，貴好多嘅。係咁當然你就會睇埋，即係如果係嗰啲超輕或者超薄嘅機啦，譬如佢嘅個硬淨嘅程度去到幾多啦，有啲機可能好薄，但係佢其實就你望你拎上手個感覺好似唔係好扎實嘅咁樣，即係嗰啲都要留意嘅，同埋就係咪齊頭咯？好多薄機就唔齊頭嘅，薄機通常好多時我哋見到係得啲 Type C 啊咁樣，咁嗰啲就你要考慮翻，即係自己日常用究竟喂會唔會我有好多嘢插？三個 USB-C 已經，三個 USB-A， 咁啊呢邊有一個，呢邊有兩個，咁就三個 USB 有卡 reader 啊 ，USB-C 啊有 Type C， 卡 reader 都有，有啊有 SD 卡 reader 㗎，喂即係你卡 reader 唔使嚟曬啊呢個。出去基本上很多情況都一部機可以，啊，基本上袋落袋就行得啦。袋埋個 PD 嘅充電器或者嘅 PD 嘅，咁當然火候你要拎啦。咁但係呢機個火候都唔係好大嚇。咁方便嘅。喂，唔好講笑，真係好靚仔。係啊，你而家咁樣睇咧係好靚仔。見到呢個 Wild 嗰個字金色嘅，咁樣係咯，仲有嗰啲有啲紋咧，可能差開少少嘅，其實個面咧，我覺得好似日本嗰啲漆器啊。係啦，係啦，係啦，正式就係你日本好多啲工藝品啊、漆器咧，好高級嗰啲，就會係用呢一種嘅。所以唔係淨係，所以開頭我都以為係，你話會唔會呢個顏色就代表咗呢個 notebook 咧？唔係嚇，而係真係一個日本嘅傳統工藝品嘅一個顏色嚟。係啊，仲要用喺呢個海甲上邊。用一個勝利嘅顏色，係啦，呢部係啦 ，S 十二真係幾特別嚇。係啦，咁當然話，如果我要平少少嘅，你可以買翻普通顏色啦，即係佢都有有我印象中係有四個顏色嘅，即係如果普通版嚇，有粉紅色啦、啡色啦、銀色啦同黑色嘅咁樣嚇。不過冇計啊，呢個真係係啊，因為我買得，我覺得如果我買得就係買呢隻色咯，係嘛？貴啲都唔緊要啊。好，直租嘅呢個。咁啊，講另外一個開箱產品啊，個箱啊擺咗喺度啦。箱就擺喺度，冇錯啊。講完呢個 Wild 之後，講下 Xperia 5啊。咁呢部機其實咧就喺德國 IFA 就發布。係啦，我玩過啦，喺嗰次。你玩過？哇！嗰日玩就棘手嘅。真係唔記得咗你玩過。係啊，嗰日玩棘手嘅，即係完咗個你大家如果有睇嗰個 keylog 咧，就相當之簡潔啦。講兩句就完咗，跟住大家衝出去影啦。衝出去影嘅時候咧。大家我即係連部機賣幾多錢都未知嘅，咁、我以為係平嘅，嚇，因為你因為首先你 Xperia 1出咗段好短嘅時間啫嘛，唔係出咗好長啫嘛嚇，咁第二嚟喂呢部唔係 4K 噶嘛，咁我哋嗰陣估，咦會唔會係 Xperia 1嘅平價版咧咁樣嚇？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個傳聞都係，即係講緊係咪一個平價或者 compact？咁但係其實出嚟咧唔係，到我收翻新聞稿係我惡嘅，哇乜原來唔係平價版喎，差唔多價錢咯，唔好話貴過啦，係差唔多價錢。真係唔係平價版，其實咧佢哋個意思就係即係想提供翻一款比較更加易入手、更加易好揸手嘅旗艦機，其實佢都係屬於一旗艦機，只不過機身個大細係同埋個 mon 係有少少唔同。咁啊，開出嚟睇下。機喺度，梗係開出嚟睇下啦。
好，同時又要轉 cam， 好啦。咦，好啊，哎，近啲，哇，唔得喎，爆曬，唔緊要啊嚇，見到呢、這個。我哋有五字喺度，其實咧個盒嘅設計咧同呢個 Xperia One 咧係一樣嘅，咁啊都係白色盒啦，五字啦，寫翻個 Xperia Five 喺上邊啦，咁啊開啦，好啊，咁啊機就喺度啦，咁啊好，唔講機之前咧，就高呼下盒入邊有啲乜嘢喎？今次咧同呢個 Xperia One 一樣，咁咧有充電線，係啦。咁啊，呢條充電線咧都係講緊係 USB-C 嘅 USB-C 充電線。咁啊，有一個 USB-C 嘅耳機啦。咁咧，因為有 USB-C 嘅耳機嘅關係咧，你如果自己有 3.5mm 嘅耳機咧，咁其實咧佢就會跟咗一個咧啊 3.5mm 轉 USB-C 嘅 adapter 嘅，有 adapter 嘅，係啦，好貼心嘅。咁咧而呢部機所跟嘅火牛咧，都係其實係同呢個 Xperia One 一樣啦，亦佢都係 support 呢個 USB PD、USB C 插頭嘅18W 快充嚟嘅，咁啊可以用到呢個快充嘅功能啦。咁啊盒入邊，其實盒入邊嘅嘢咧就同 Xperia One 差唔多，只係有一樣嘢有分別，就係咧 Xperia Five 其實就冇咗一個清水套，即係透明嘅套跟埋嘅。係啦，咁啊，要另外買套，要另外買套，咁啊，不嬲都慣嘅。其實咧，一買得機嘅人咧，都係會另外買套。咁啊，係啊，尤其是呢個用 Sony 嘅人咧，係好中意用呢個 Rasta Balena 嘅套嘅。嗯，係啦，咁啊，我之前咧都問過場入邊嘅人，咁啊講緊佢哋哇，原來都雖然有送套，但係咧就好多人都係買翻啲日本出嘅套。日本出嘅保護套或者日本出嘅保護貼咁啊，咁啊好啦，機就喺呢度啦，機啊，咁我而家手上邊咧呢就係紅色啊，但系咧你會見到其實咧部機咧可能鏡頭同呢個實物咧有少少分別，其實咧我而家鏡頭好似鮮紅色咁，係啦，鏡頭其實係紅酒紅嚟，係啦，冇錯，其實係紅酒紅嚟，係同上一次 S2Z3X3係啦，嗰隻紅色係有少少唔同嘅。好啊，明嘅冇係啦，哎都係啊，都係紅，不過就冇咁誇張。係啦，頭先嗰位明顯啲。呢個冇錯，好，同事話呢個位明顯啲。係啦，係啦，其實呢個紅色咧就同係啦，同呢個 X3 嗰紅色係有少少分別嘅。嗯，係啦，咁啊呢隻我自己覺得暗少少，係啦，反而暗少少。但係咧，你會睇到其實咧個玻璃面，如果你喺某啲角度睇咧，係會有紫紫地嘅。嗯，係啊，係會有紫紫地嘅。所以你話佢係咪一個雖然佢官方話係一個紅色嘅款式，但係咧其實你譬如可能側邊嗱，譬如側邊睇咧，嗰、那個邊框咧都係有少少紅紅地、紫紫地，可能金屬色咁樣，其實咧呢個紅色咧係唔係完全紅色嘅？我自己覺得就都靚嘅。咁其實咧呢部機會有四種顏色啦，咁有銀色啦，銀色其實就似翻銀白色嘅，銀白係啦，有黑色啦，黑色冇乜特別啦，即係好大路嘅款式啦。咁有一種有另外一隻藍色，藍色咧其實係有少鏡面，即係可能同其實同呢個紅色有類似嘅地方嘅，有少鏡面反光，但係咧佢個鏡面嘅效果其實比呢個紅色更加之出嘅。咁你當佢一個鏡面色都冇問題。咁我自己當然啦，覺得新機 Xperia 5紅呢隻紅色同埋一隻藍色特別搶眼嘅。嗯，係啦，咁機嘅規格方面咧，其實攞翻好放開呢個機，攞翻部放開呢個盒，攞翻部 Xperia One 出嚟先，係啦，睇到啦，好快咗只盒。動埋佢咧就 Xperia One 大少少啦，冇錯，長啲啦，係咯，係啦。最大硬件上面最大嘅分野就係咧 ，Xperia One 咧係用咗一個大啲4K 嘅 mon。而呢部
Xperia 5咧係講緊用緊 6.1 寸 FXD Plus 解像度嘅 mon，嗯、兩隻 mon 其實一樣都係 OLED 嚟嘅，係啊，一樣都係佢哋個 Cinema View 係啦 ，Cinema View 嘅屏幕，咁咧只係解像度嘅分別，咁咧同埋呢部機都係用緊三鏡頭啦，其實個三鏡頭咧同 Xperia 1咧係一樣嘅，都係講緊16, 22, 26, 52, 你玩過，你記得，我寫完書，我寫完都唔記得，係啊，真係要有時咧要問翻。這個三鏡組合，而家有幾個手機都係呢三個組合嚟。多即係呢，其實三鏡我諗喺大家嘅心目中已經係一個標準配備啊，係啊，即係尤其是。即係 iPhone 出埋之後啦 ，iPhone 出埋之後啦，變成一個標準嘅配備。咁啊，呢部機亦都係用Snapdragon 855嘅 CPU 啦，咁啊用緊 6GB RAM 啦 ，support 128GB ROM 啦，亦都係插 microSD 啦。所以咧，基本上所有大部分啦硬件嘅規格其實同 Xperia 一樣，只不過咧佢更加之輕。呢部機只係重咧164GB，係啦。佢機身嘅闊度咧，其實係講緊68mm， 闊68mm 喎，其實好窄嘅，好窄好窄嘅。其實佢呢個尺寸有啲似即係年中嘅時候咧，佢咪出咗兩部中價機嘅 Xperia 1Xperia 10嘅，係十嚇，咁似係十嗰個 size 嘅，十嘅 size 係似嘅，十嘅 size 嚟嘅，咁啊因為。即係其實咧，真係好齋咗好多啦。咁我咁單手操作起上嚟咧，其實咧就方便好多。你見我咧，譬如手指功咧，其實都已經一隻手又可以差唔多橫跨曬，接近橫跨曬成個屏幕㗎啦。咁你篤基本上篤邊度都冇乜問題。同埋咧，佢仍然都係有呢、這個側面撳嘅功能。咁你撳咗 double click 兩下呢個邊框咧，其實就會 call 翻你。常用有用開嘅 apps 嘅快嘅 shortcut 俾你啦，咁樣，譬如可能平時用WhatsApp 或者 Line、Facebook 多，咁佢就會喺呢個位置顯示出嚟，因為佢係用 machine learning 去睇翻你本身用機嘅習慣，有啲咩 apps 係用得多啊，或者有啲咩嘅 shortcut 譬如可能開 WiFi 啊、Bluetooth 啊嗰啲嘅選項多咧，佢就會喺呢個側面感應嘅功能上面咧擺曬出嚟㗎啦。咁我想問一問啊，嗱，譬如Xperia 1你都用過啦，咁其實兩部機嗱，一部就大少少，因為其實而家啲人都接受大螢幕嘅，反而就係話其實個 4K 螢幕係咪必須咯？嚇 ，4K 螢幕係必須，因為你 Xperia 1係 4K 啊嘛，嚇，咁大少少畫面啦，咁但係而家去到Xperia 5就係我哋叫 Full HD 啦，雖然佢 Plus 啦，多咗環向多咗啲啦，咁但係基本上都係1080嘅。咁兩個螢幕喺手機上面，你覺得嗰個分別大唔大？或者俾你，你會點樣取捨啊？我覺得就好個人嘅，因為咧，如果譬如你成日都中意睇啲 Netflix 啊，或者 YouTube 啊，中意咧啲好利、好利、好 sharp 嘅畫面咧，我覺得你一定係要揀 4K 螢幕，因為始終咧，即使係一個咁細嘅，即係可能好多人講哇。我買部 4K 電視同我買部 4K mon 嘅手機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其實係差唔多。我覺得個視覺效果係差唔多，即係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差唔多意思係即係 4K 同1080差唔多定係咩嘢差唔多 ？4K 同即係 4K 電視 ，4K 同電視同呢個 4K 嘅手機。但係你講緊一架55吋喎，一架6吋，因為你如果你。如果你真係好一個好 sharp 啊，好 detail 畫面，其實 4K mon 係會俾到你一個幾好嘅效果。之但係啊 ，4K mon 4K 啊，解像度高啦，咁相對耗電量其實係高啲嘅。我有用過一排 Xperia 1咧，我會發覺咧啲電即係佢未至於係倒水咁去嚇，但係。電量方面咧，其實比其他機咧係會走快少少，係啦。咁呢部 Xperia 5我就啱啱攞起手，我哋都要試一試，究竟我日常用嗰陣時，譬如可能成日睇片，
睇 YouTube、或者用其他 application 嘅時候，會唔會咧同呢個 4K mon 嘅 Xperia 一樣咧？咁我相信就唔會嘅，因為始終個解像度會低翻啲，咁啊耗電量係都會有少差距。係啦，因為點解我會咁問咧？其實即係最初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喺德國我未知價錢嘅時候，就以為係一個中階版咁樣啦。咁但實際上發布出嚟個價錢係近嘅，甚至乎其實而家市面上因為 Xperia 出咗都一個 Q 啦，我哋叫下一季時間啦，其實個價錢係落咗少少。即係如果你呢一個 moment 你喺市面上買，甚至乎有機會係出現 Xperia 平過 Xperia 5啲啲都唔定嘅。街價有機會，係啦，有機會嘅。咁當然你要計埋送嗰啲贈品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以個機價嚟講咧，有機會嘅嚇。咁變相就話嗱，首先我已經冇咗價錢嗰個考慮啦，即係唔會話以一部平啲一部貴啲啦，甚至乎可能4K 平啲啦。咁但係調翻轉，究竟我揀嘅時候，就好似你所講，究竟嗰個4K 個 benefit 有幾多咧？咁樣嚇，即係如果你睇得出嘅，咁有啲朋友要睇戲好concern嗰個畫質嘅，咁當然4K 有佢嘅好處啦。但係日常普通上網啊嗰啲就分別唔大嘅。係真係分別唔大嘅。嚇！同埋即係頭先講過啦，兩部機個 config 都幾相似啦。咁啊三鏡啦，仍然都可以做到呢個10 FPS。IAF 情況之下，10個 FPS 嘅 AFAE 嘅連拍啦。同埋佢呢部機其實一樣有呢個 Cinema Pro。這個拍攝功能是一樣，是一樣，所以你真的，如果你未買，打算買的話，我會覺得這一刻是，如果用 Cinema Pro 呢，我覺得 Xperia 1好一點，好一點，是啊，因為 Cinema Pro 的界面比較複雜，其實啲資料比較多嘅，咁大螢係易睇啲嘅，呢句係真。但係你日常用咧，如果就咁揸上手嘅手感咧，即係我個人都會中意Xperia 5多啲，因為唔需要隻手，就算個男仔手都好啦，即係唔需要抹到隻手好闊啊嚇，咁啊好揸手啲嘅。同埋Xperia 1咧，初我第一次見個感覺咧，部機身係因為佢1:9嘅，好似好長咁樣。咁就唔係好習慣嘅，即係視覺上唔係上邊少少嗰個，或者有啲人可能要即係放落褲袋咧，咁咧咁啊長得滯啊，都唔係話太舒服嘅。咁呢個 size 就會比較好力啲咯，我自己覺得會適中啲咯。即係呢部機咧，因為咧袋起上嚟咧係有機會咧突咗出嚟少少嘅，係啦，因為即係始終用1:9 mon 嘅關係啦，咁樣。咁係咯，操控上真係正如阿羅所講啦，係有啲位置，譬如你可能個頂嗰啲，譬如嗰啲選單啊拉落嚟你係真係要可能要探一探隻手先拉到。係。咁Xperia 5咧就應該唔會有。基本上係一隻手可以跨曬即係兩邊嘅畫面咯，大部分啦嚇。咁因為上下都係有少少即係遠嘅距離嘅，咁都要留意一下。但係如果就咁揸咧，呢個係好揸啲嘅。同埋我自己會中意個鏡頭擺喺側邊多啲，好過中間。原因就係有時當我想定啲咧，會咁樣揸機，即係兩隻手扶住。咁有機會一擺中間咧，就比較我嘅習慣就會比較容易遮到個鏡頭。係，而家遮到鏡頭都唔緊要，因為咧佢入邊咧有個 AI 攝影助理功能咧，咁啊佢係會detect 到你究竟影相嘅時候會唔會有手震啦、啊，會唔會手指遮個鏡頭啊，或者其他情況嘅，咁我會即時作出提示。咁啊，因為有時咧影完就算噶啦嘛。係啊係啊。咁啊，可能呢個我就即係有聽佢個介紹啦，不過我未實際試過。其實Xperia 1有冇呢個功能啊 ？Xperia 1咧有冇呢個 AI 呢個功能嘅？就好似冇。因為佢提到呢個功能幾特別，就係話，譬如佢 detect 到可能你影張相，可能咦會唔會勾咗 focus 啊，或者係暗咗，或者隻手指遮住咗個鏡頭，佢就會即時有 warning 話俾你聽。係。咁你變咗就可以影過一張，影多張。係。但係如果冇咧，可能你翻到去或者事後睇翻張相，放大嚟睇先發現，原來張相鬆嘅，對唔到眼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就未必下下可以有得俾你補翻咯，我啊發覺佢即係今日啦，我哋都有一齊去記者會啦。咁啊台上面都有個相關，即係產品專員去試翻嗰個IAF 嗰個功能。我發覺咧
Xperia 5咧應該係好少少，係啊，應該係好少少。我唔嗱，我呢一刻咧，我唔知道究竟會唔會因為呢個 firmware 關係，咁啊會唔會之後可能 Xperia 好少少嘅情況係咪快咗、快咗、準咗定點啊？快咗，反應快咗，反應快咗，係啦。咁啊，會唔會之後可能？我相信 Xperia 係我喺度試緊影住我哋嘅同事。其實都追到快的，係啊，係啊，嗱，一路都追到快嘅。咁啊 ，IAF 好處係咩？好處就係中科，一定個人個樣一定中科，你啊唔需要擔心你連拍嘅時候嗰個人鬆鬱蒙，或者前後褪咗嗰陣時嗰個 focus 係錯咗咁樣。咁啊，我諗影小朋友會最好啲嘅，咁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好高速嘅運動，即係同埋我哋唔使有好多時用手機影相咧，我哋要用手指掂個位，即係用手指去 point 翻個 focus， 其實你 point 唔切嘅，係啊，同埋 point 完佢會走噶嘛，都係會喐啊嘛，起碼你 IF 有機會即係中嘅機會大好多咯，同埋你隻手變咗，我真係可以揸住部揸穩部機咁快門就 OK 啦，你唔需要考慮多樣嘢，就係中唔中科啦。嗯，係啊，咁啊嗱呢部機咧就話呢部 Xperia 5咧就話10月初就會推出㗎，咁而家其實做緊 pre-order 嘅，今日開始 pre-order， 今日開始 pre-order 啦，咁啊其實 pre-order 都抵嘅，都算多嘢跟嘅，都多嘢跟㗎，因為最緊要嘅就係跟咗一個high rate 嘅 USB-C 耳機。係啦，有 high-res audio 嘅，係啦 ，high-res 嘅 USB-C 耳機嗰個好緊要。雖然佢盒入邊有個 USB-C 耳機，咁啊，但係梗係有 high-res 或 high-res 啦嚇。另外亦都有個機套就好似要加錢，機套個原裝加錢嚇。咁另外亦都有尿袋啊嗰啲同埋啲保護貼啊啲跟翻啦。咁啊最重要都係個耳機嘅。係啦。好啊，咁啊呢部機咧都會幫即係做review 嘅，咁樣等大即係請大家留意啦，我哋嚟緊下個禮拜一出版 PCM 啦，咁啊可以睇翻份 review 再詳細啲嘅一啲評測噶啦，咁樣好，差唔多啦係嘛？差唔多係啊，有冇補充先？開得好密啊呢個禮拜，好多好密。咁有冇補充？差唔多啦嚇，咁啊呢個 notebook 都會有 review 嘅，咁啊當然其實我覺得係個故事吸引好多嘅，即係呢個顏色，大家如果喺日本就都係好尊重呢一種顏色嘅，同埋即係如果以 wow notebook 啦嚇，其實你話出聖色咧喺日本嚟講咧，其實就唔係第一次出嘅，即係其實之前有幾款機咧都出過，甚至乎呢個 SS12以外咧。SS14 都有嘅喺日本版，咁但係即係嚟到香港，因為其實未佢唔係好多個型號都會有國際版啊，最主要就因為啲姓色其實喺好多時都喺日本人會比較尊崇嘅一種顏色嚇。咁喺外國嚟講，即係我哋都要講個故事俾大家聽，可能大家先會知道哦，原來係咁解嘅咁樣嚇。咁所以就如果呢個姓色喺出國際版嚟講咧，今次係第一次咯嚇。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即係睇睇，有機會睇個實物就即係你會知道有個故事喺後邊嘅。同埋而家市場上都唔係好多又靚又輕有 performance 都有嘅，咁但係就有多 port 係啦，多你計埋多 port 咧就冇幾多啫，因為其實肯堅持做翻齊咁多 port 嘅 notebook 廠咧。嘅牌子啦嚇，即係都越嚟越少㗎啦嚇，就幾乎都係即係得翻呢一個咁滯。咁MIJ 更加啦，係嘛？即係扣扣埋埋，其實就冇乜喺度㗎。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大家如果即係喺 PC notebook 上面，你要有一個有 quality， 亦都係有一個有設計可以，即係你出去 coffee shop 坐喺度係完全唔失禮見得人嘅機咧。呢一個係冇錯。好，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都有新嘢嘅，咁啊，至於係乜嘢咧，咁啊，留意我哋繼續 live 啦。係啦，下個禮拜有紅家啦，我諗冇開到密啦，但下個禮拜四一定有，一定有嘅。下個禮拜四一定有。因為呢排真係好多新嘢。係啊，好多新嘢。好，咁啊，下個禮拜四再見我哋。好，好，拜拜。拜拜。